主料小鱼300克，芹菜100克，辅料大葱、姜、辣椒、油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大葱、姜、辣椒、芹菜切丝，泡软的小鱼儿洗净沥干备用。做锅下油烧热，加入大葱、姜、辣椒爆香，加入小鱼儿发炒，最后放入芹菜炒几下，加适量鸡精、盐，小鱼儿是选的，加一点就 OK 了。出锅烹饪技巧，菜都一直唧唧歪歪说要用小葱来炒，但觉得大葱也可以往菜头又唧唧歪歪说不应该叫芹菜的，那就是喜欢芹菜不行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